我们像这支粉色橄榄内底所带物件，是具有着保湿的化妆水，除了受这个玫瑰花的清香之外，内底够你意想不到的高丽菜的萃取物。因为讲看到这几单，咱有高丽菜带销的情形，农民辛苦种出来是卖不出去，所以伊着黄毛鸡来生产迄个清洁用品的古堡无患子生技公司，都特别开了高丽菜来研发着新产品。所以去年助教时吼，我来甲买两人去啊萃取。啊，萃取了个做产品，但萃取起来高丽菜味吼，会感觉较过迄个，消费者一定袂接受嘛。啊，袂接受你要哪个做？就是讲用迄个咱玫瑰花水那个调配，吼、哦、调配起来，因玫瑰花水嘛是有那保湿啊，甲调配就是变换玫瑰的味安尼，所以消费者才会欢迎啊。高丽菜经过着研究萃取，发现有丰富的钙质、甲胡萝卜素、甲维他命等，会当提炼出保湿的成分。而古堡无患子研发人员佫加入着赤米的这酵母以及玫瑰花水做调配，推出着这支具有着保湿的化妆水，而相当受了欢迎。因咱咧做农特产的物件，你也佮掠伊的物件，看伊生做安怎，我将来就要做对人产品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佮用别个再结合安尼。所以，迄个阮进这个。保湿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市面上方便真好，方便真好、哦、包括迄只科皮来吼，伊讲高丽菜会当做保湿哦，嘿，伊嘛感觉真好奇，我说我有那个送一组去哦，迄个前配市吼，互伊用看卖啊咧。采访即天，政府市长甘顺正嘛拜访着古堡无患子，对着利用着高丽菜研发着保养品，相当学着着王董事长的头壳甲用心。高丽菜吼，即过去拢是大量生产的时吼，啊，俗甲。一斤五块，一斤五块，啊，所以咱家伊个萃取出来做另外一种使用哦，会当讲，互咱规个看到咱个农产品另外一个生机啦吼。所以我想，高阳兄，我想你个未来吼，会当继续去拍拼，尤其是囡仔，啊，已经有真好个成就，家传承落来吼。所以我想，你这个所在，咱看到是一间工厂，是一个农业生机公司吼。你这个所在吼，咧拍拼。因为这支保养品需要大量收工地个高丽菜，王哥研表示，多少对着稳定菜价有帮助。伊嘛认为讲，政府未来应该协助企业来做着相关技术的研发，帮助农产品产量过剩时阵，也是将这次次品来做利用，会当增加农产的附加价值。南明新闻台视安定采访报道。